各位早上好，我们在这里感到非常的高兴，能够开始，今天早上星期四的这一个远程会议。那么我在此我就要向各位参与者，以及各位其他远程的听众来致敬。我的名字叫做费尔南多·舒伦基。我是这个巴西农业部的合作农业的官员。我再次感到非常高兴能够在此做主持人。这次的会议会传播给整个美洲的。我们在这里所要谈论的乃是我们的数字农业的使用。以及如何的就是在这个家庭农业里头来发展的这个经验的分享。我们今天已经有在这个第二届的这个论坛那么我们就感到非常高兴，在我们这中间有着许多的经验的分享，使得我们的参与者呢都感到受益良多。那么所以在我主持的这次的这个会议当中，我在这里想要做一个简介，因为我们在许多的这个领域里头有着许多的战略来推出来，都是能够帮助这个农村以及中小企业的一些工作。那么我在这里想要简介的就是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时候有对我们的这个农村的生产者来进行了一个问卷调查，然后他们就是有大约20%的人就是有宣称就是自己就属于这个农村的工作者，那么我们对他们就是进行了一些技术方面的支持。那么如果我们到了这个巴西南方的话，那这个数字呢就增长到了40%，这个也就是说是我们发现这个巴西南方的农夫呢，他们获得这技术方面的支持是非常多的。但是如果到我们巴西东北方呢，只有7%，巴西北方只有8%，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应的区域的不同的一些不同的情况。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在这个巴西幅员广大的地方就有着各个地区的不均衡的这种发展。那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公共政策里头就针对这个家庭农业里头，那么我们就必须要使得我们的贷款呢是能够来达到他们农民的手上，能够来帮助他们来资助他们的生产。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一年呢我们每一年呢我们就是有提供了大约是70亿美元的这个资金。那么这个因着不同的贷款的方式，那么这个来领取这些贷款的人呢或多或少但是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的农民呢每一年呢就是感觉取得这些贷款是越来越不容易的，因为还要牵涉到其他的层面的考量。
那么所以有关于这一个项目呢，我们必须要再深入的探讨。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的家庭农业处的人员呢，就是有推出来了这个数字平台的方式。那这里就可以给我们看到有五个支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来加强了我们州，就相当于中国的省份的能够因为他们是当地政府，所以更容易那个接触到了当地的家庭农民。所以我们就在此就是来协助他们能够取得更多的这个数字方面的工具。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所重要的乃是要能够让他们这些农民能够进行培训，让他们知道有哪些工具是他们可以去使用的，来和他们进行这些经验的交流。我觉得这是我们目前所面对的这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数字化。因为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的许多的资源要提供给农民，但是呢这些信息呢，有许多时候却是没有能够把这些信息能够达到他们的耳中，所以我们就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有一个国营企业或研究所叫做 MAPA， 就是巴西国家农牧研究所，他们有的许多的研发的这些经验能够帮助了这些小农。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些经验透过数字的方式来提供给他们。然后我们在这里也有的这个 Pedro Hayes 也承认这个 MAPA 的总裁，他也参与了我们的工作，不遗余力。那么为的是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些经验呢成果呢都能够带到了落实了最低层的这些家庭农业的。那么我们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着许多的不只是农业，同时巴西的农业也涵盖了牧业，也就是当然是饲养牛群是比较大的企业的。那么对于这些小农呢，他们能够做的就是饲养其他的动物，比如说是像是羊。那么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也就是我们有着许多的这些经验，同时我们也可以跟其他的国家来进行交流，这些都是我们的主动。那么同时我们要知道这些家庭农业的所生产出来的 GDP 呢，已经达到了巴西的 GDP 的 5%，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工作的重要性。我们有着许多研发出来的工具，就是也特别的能够帮助了农业方面的合作社，特别是在这个都会圈里头的这些合作车的合作社，也包括了这些咖啡的小农等。那么所以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那么当然的，现在的疫情呢，也就加快了我们来进行这些经验的交流的步伐。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就是更迫切的需要把这些工具，也就是带给我们的这些小农。那么同时呢，也就使得我们各个不同的国家的
政府的单位以及私人的单位能够来更加的合作。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有许多的东南美洲的官员以及中国企业的代表等，这个，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虽然在疫情当中，但是我们这些远程会议的这工具就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快了我们的交流的步伐，能够让我们更加的认识到其他国家以及地区他们现在所在使用的这些工具，以及我们跟上世界变革的步伐。同时我们也能够更加的以这分散式的方式来去进行我们的工作。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这个主持人他就是报告了一下我们这里的主办者赞助者的一些名称。Ciclo de seminários é primeiro compartilhar e discutir oportunidades, desafios, modelos e estudos. 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主要的，我们就是要分享特别是有关于这些数字方面的，能够使得这些小农能够更加的有效的去进行他们的工作，以及我们的家庭农业的产品以及服务的产品的然后最后我们要来讨论就是我们在后疫情时代我们所能够继续做下去的这些工作的探讨。我们在此我们非常感谢各位，那么我们就预祝今天的会议成功顺利展开。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就要有请这个第一个PPT， 这是由这个 Mauricio 还有 Lorena Torres 这两位中美洲的专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埃瓜多尔的经验。也就是如何的在合作的方式来应用这些应用软件。那么我们在此我们先简介一下这个 Mauricio， 他是埃瓜多尔的这个农业以及畜牧业的官员，同时他也是负责这个信息方面的专家。 Lorena， 他是这个埃瓜多尔农业与畜牧业的这个改革方面的专家。那么我们现在有请这两位专家来发言，那么你们现在拥有15分钟的时间来发言来报告，然后接着呢我们可以有问答的时间。非常感谢各位，大家早上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荣幸能够来参加这次的盛会。那么在座的有我的同事 Mauricio Chassi， 我们就是要先简介了这一套软件，就是能够帮助了这个农民的这个销售他们的产品。我们是属于这个 ECLAC， 就是埃瓜多尔的农业部的这个农业美洲研农业就是美洲这个合作农业合作研究所的人员。那么我们特别是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关系，所以就是更重视了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如何的就必须要将我们这些产品呢，农民的产品呢，能够
更有效的方式去推出到市场上，他们以及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以及我们对于这个科技的方案的发展。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目标啊。那么，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呢？我们现在我们特别的重视现在远程的会议。那么，我们在这时候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此次活动的这个宗旨。 也就是我们，也就是必须要来，看到到底我们埃瓜多尔有些什么农产品，那么我们就如何把这些农民呢直接的，就是和客户直接能够搭上线，以及如何的去推广他们的这些产品，同时强化他们这个农业产品物流的能力。 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就觉得这个物流是非常的至关重要的，因为有了一个有效的物流呢，我们才能够把产品能够送达到客户的手上。那么不只是农业方面，在畜牧业方面也是如此。 那么我们的这套软件就称为 Hackathon。那么它就是能够来帮助了我们的农民，这个物流的这一套工具。这个它的重要性，特别的是在，也就是这个疫情当中，是更显得重要。 所以这可以作为一个，他们交易的平台，以及这个物流的工具，就使得这些生产的这些活动能够更有效的去进行。那么至于方法呢，就是按照着现有的基础。 就把这个手中有的这些工具呢，能够更加的发挥，同时呢，就能够协助了这些小农的他们的生产的一个工具。 也是一个这个机构和农民之间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桥梁，以及农民之间的可以说是社交平台吧。那这样子就能够更有效的去进行沟通，同时实时的沟通。 那么，同时也能够使这些参加者呢，都能够更有效的以及持续的去进行沟通。
那么同时呢，也能够更加的了解到现在有哪些新的工具以及新的活动，是他们可以去参加的。那么所以呢，要加入这一套软件呢，首先就必须去进行注册。 那么同时，我们这一套软件呢，首先就必须去进行注册。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了，有来自14个拉丁美洲的国家和7个澳大利亚、墨西哥、埃瓜多尔等等国家。还有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科斯达黎加、埃瓜多尔、瓜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秘鲁，还有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萨尔瓦多等。那么所以注册之后呢，就开始使用，然后就去执行。那么同时，我们这一套软件呢，又分不同的这个事项议题来去进行分组。 同时也能够让所有的参加者呢，就知道，现行正在开发当中的一些项目以及工具，使得这些农民呢就能够更加的感到志气振奋。 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面对了许多的挑战，也就是说是我们看到了许多的困难。我们这些困难，我们要列举出来，然后一一的去解决。同时呢，在不同的这些各国的小组当中，我们如何的能够去整合这些小组的工作，能够更有效的去配合去解决我们的这些问题。 以及共同的工作，同时我们来组织，这些物流还有活动，因为现在我们这些活动都必须是虚拟的方式的。那么我们也有着许多的机遇，就是多学科的这个团体能够来参与，共同的以着。 这个集体方式来去共同的工作，同时有一些新的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如何的以创新的方式去来解决问题，同时也能够更好的合作，同时来。 也就是说是在各个不同的角色的参与者当中，以着更配合的方式去进行。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也可以跟其他许多的不同的。 这个除了农民之外，然后还有研究所、大学，进行合作。那么同时我的同事呢，Mauricio，他会再接续的来跟我们介绍，非常感谢各位。 那么我就接着这个罗列呢，都会我的同事他刚才所讲的，我再继续的深化一下。
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有着许多国家的不同的这个小组来参加我们的这项活动。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就是哈卡动，之后的这些工作的流程。那么我们在这里有制造了一个原型，那么以及如何的去开发这个原型，然后开发出来了许多的应用的。方案。 同时更重要的乃是，当我们完成了一项研发的方案之后呢，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到它这个方案的落实的情况是如何。 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我们这个原型是要应用在，这个农业，就是家庭农业方面。同时我们也必须要了解到这个原型呢是否是适合家庭农业的，它是否是有效的一个工具。 特别的是在这个农田以及牧场的家庭农业，那么这样子，我们跟这些农民呢，能够有着互动，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清楚他们的需要。同时我们就能够更有效的去，提供。 我们的解决的方案，来去更接近他们。那么同时，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有看到了，我们的研发的不同的部门，以及我们就是按照着这些不同的这些应用。 的情况能够来进行，一个调查，能够使得我们不同的这些小组呢，能够更有效的去研发他们的工作，同时能够共同的工作，能够和谐的去工作，以及。 以及这个农民的他们的这些产品，如何的把他们的产品能够推出到那个市场上去。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有着许多的这些工具呢，是我们可以马上就提供给农民的，以及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活动，他们的发展的情况。所以在这此情况之下。
我们就能够指导我们的员工如何的正确的去使用了最终的产品。 这个也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原型，我们要如何的从这个原型里头去研发了一项产品，是我们的这个农民呢，家庭农民呢，乡下的家庭农民，他们能够去使用的，这是个有用的工具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因着不同的原型呢，我们就有着不同的这个研发的方式、解决的方案。那么同时呢，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到我们的这些目标农民的他们的 需要，他们的需求，那么所以我们为他们所研发出来的这些原型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个他们可能对这个东西不会使用，那么就必须要去教导他们去如何的去使用。 那么，所以刚开始呢，可能我们所提供的这个方案呢是比较广泛的一个解决方案，到了后面的时候，可能就是因着我们分批的交付，我们就看到了中间有许多有一些地方是需要去进行调整的。 就能够保证了我们的最终的客户的更好的使用。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这个各个小组当中的这个组织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同时，我们也把我们的这些研发的成果呢，也必须要刊登出来发布。那么这样子呢，就能够来进行注册来登记，能够让更多的人呢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情况。 更有效的去提供，我们在这里是可以看到了，这个哈卡顿就是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有获得了许多大学的协助，特别是国际的大学以及友人的帮助。
所以我在此我就非常的感谢 Lorena 和 Mauricio。 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有这个第二个报告人员是Pablo Pablo Habzuk。 他是粮农组织在美洲地区的一个负责人，他在这里所要跟我们解释的乃是，就是在美洲的数字化的情况，他是这个国际经济的专家，同时也 也取得了萨拉曼卡大学的硕士以及博士。那么目前是农粮方面的专家，是他是联合国的一位官员，他现在他的办公室是在巴拿马，所以巴罗先生，你有20分钟的时间，非常欢迎你，非常感谢。 感谢秘书长能够来邀请我来参加这次的盛会。那么我在这里我所要跟各位简介的一些就是有关于粮农方面的情况啊。 可能他现在要分享的投影还没有出来，请等一下。 现在出来了，现在有了。 现在有了，出来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了，这因着疫情的关系，的确就是影响到了我们，这个社会各界的情况。但是我们看到了危机其实就是转机，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我们有着许多的机遇是我们可以去善用的。 也就是同时暴露了食品系统的脆弱性，在这些紧急的情况出现之前，用于商业推广的虚拟空间是一种创新的选择，因为这个疫情是这些选择的替代方式，他们正在挑战着我们，就我们必须要去应对，确保所有的生产部门，尤其是家庭农业，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大的空间。我们要恢复以及重新激活。 优先事项，将其纳入要定制的这些路线之一，特别是针对家庭农业部门以及组织或者公司等。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很重要的议题的就是，我们遇到了这个紧急的情况，我们就必须要来进行一个应对。 这个使得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呢，不至于影响到了我们的这个工作，反而能够使得我们不止不被它所击败，能够更加的把我们的工作给它发扬光大起来，将通过数字来促进贸易的便利化。
实施改革，并且制定国家还有地区的计划，以克服贸易的壁垒，并寻求促进交流的数字解决方案。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粮农组织，国际农业标准研究所，就是 IICA， 还有 SIECA， 就是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都明确的表示了要在恢复还有应对危机议程的框架内，对农业食品部门进行一系列的虚拟业务。 那么，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这个虚拟的圆桌会议呢，对我们现阶段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当然的，我们的现在的重点呢是在美洲，但是并不限于美洲，就是欧洲的友人呢也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项盛举。 那么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些发展的重点呢，就是针对了我们的家庭的农业，要优化资源，以促进农村或者农村的公司的商业的推广、扩展以及使用其他促进以及谈判的渠道，使相关的家庭农业和农村企业的。 产品啊，商品啊，还有服务的经济机会和市场多样化，这对这些区域发展呢是有影响的。同时鼓励相关的家庭农业还有农村企业的生产创新还有国际化，指导进入国际市场所需要的技术支持还有能力的建设，促进与私营部门的衔接还有。 商业协议的这些产生，这是一个聚会的地点，使得这些公司呢可以透过虚拟的会议与潜在的战略合作伙伴、客户或者供应商建立业务的联系。虚拟会议是由世界各地的参与者通过连接到。 因特网的移动设备或者计算机来去安排的，这些虚拟会议的开发与亲自举行的商业促销活动中的会议具有相同的动力。不同之处在于，这些活动都是完全是在虚拟的平台，透过其匹配制作的工具，和虚拟会议室去进的支持去进行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了，这是我们是可以促进中小型的企业来参加这些商业的整合的，这是一种有价值的业务的培训的机制，我们是可以透过这个虚拟的会议的机制去管理每个部门的市场信息趋势，还有商机的。 这个业者呢，他能够更有效的去进入到了他的这个行业的客户所在的地方。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很重要一提的就是我们不是单独去工作的，我们乃是一个合作体，就是由我们这。 5个组织，5、6个组织，主要的就是去推动的，就是管理这个平台的，就是RELASER数字平台，同时我们要来对有关的部门来进行定义以及优先的次序。
向买卖双方传播以及传唤，那筹备还有监测方面的技术援助以及资源管理。那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有着不同的步骤，就是有我们传播的方面，同时我们就是呼召，这个传唤了我们的这些家庭农业的业者能够来参加，然后在第二个阶段呢，就是在 Red Card 中去进行注册，还有验证，有关的家庭农业公司的资料，还有准备的工作，就是虚拟空间，然后还有我们去开发。 跟踪，在接下来就是有跟踪业务。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有的许多的社交的媒体可以去进行，同时买方的公司的目录，农村公司协会或者合作社的基地去支持 MSME 或者是农村孵化器的业务服务中心，以及国家的网络，还有地区的网络。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要特别一提的，就是说是，就是必须要，有意者呢，就必须要去注册到这一个，这个中美洲的，贸易平台。 同时是完全免费的去注册的，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列出一个清单。那么同时呢，我们就有这个传播的环境的信息来分析机会以及市场上的行为等。市场的趋势，同时还有，那个谈判的技巧的准备，然后还有传播的一些规章制度，这都是我们要考虑到的。同时和传播有关的这些进出口流程，还有物流的信息。所以在这里呢，不只是企业，同时特别是针对了这合作社的需要，我们。 去进行研发，我们也就协助了这些企业还有合作社，就帮助他们来进行了他们的市场的这个研究，以及这些产品的来源，我们给他们去进行一些的认证，确认这些产品都是的确是来自于，这个某某人的或者某某地区的。 那么，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尝试。那么，我们就需要所有的参加者呢，都能够来协助我们，来把这个工具呢，能够更加的传播开来，能够邀请更多的业者来参与我们这个平台的工作。 同时，还有准备以及落实的工作，我们都必须要来，通力的合作，能够让我们能够更有效的、更好的去进行。 这个使得我们能够更好的去虚拟的去进行我们平台的会议，同时呢，我们也有专员能够去协助，这个我们的参加者呢，去提供咨询，我们就提供了一组顾问，他们能够跟进所安排的这些会议，提供。 技术支持，同时也可以提供其他语言的翻译，
也有助于实现谈判。 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他们所进入到的一个新的世界。我们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头，我们因为是这是一个新的尝试的，这个所以我们不知道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子，但是我们一定要去尝试，我们一定要去开始去接触，我们要去跟我们的客户来进行第一次的接触。 新的客户，或者说是以前就是客户的一个老客户，那么我们来进行虚拟平台的重新的接触，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些情况，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是。 也就是说是这个在因为这是我们新的尝试，所以在我们来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特别是在农民方面，他们可能不太会使用这套虚拟平台的设备，那么所以呢，这个我们的技术人员呢就可以协助他们去解决。 以便他们的业务的发展能够更加的顺畅，能够协助买卖双方的沟通。那么我们现在我们所提供的这个平台的翻译呢，主要就是西语和英语的。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支持我们平台的一些业者呢，有 Google Play， 还有 App Store 等等。 就是可以在这些商店里头去下载我们这一个应用软件。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2020年所获得的一些初步的成果。总共有948家企业参与者。同时虚拟会议呢进行了1549次。那么 这个成交额呢，就是有意向的成交额呢是1560万美元。其中这948家参与企业里头，有包括了592家卖方，356家是买方。参与者呢，包括了。 这个美洲的23个国家，然后他们所面对的客户呢，就是有欧洲的客户和亚洲的客户。那么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按照部门来进行的，同时最多的就是水果，再下来就是咖啡。然后这个呢，就是每一个部门里头的参加者的人数。 那这就是我们2020年的结果。在这里按国别最多的就是洪都拉斯，然后在接下来有哥伦比亚、阿根廷、秘鲁，还有瓜地马拉、墨西哥等等。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有这个德国还有西班牙的买方的参加。 那么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这个2020年的成果呢，
就是RED卡和ECA还有FAO就是两种组织的合作，最多就是这绿色的头两项。 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就是登记的有意向的，当然到最后他们成交金额会是多少，这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可多可少。 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这有涵盖了，那个也就是一些的条件，必须要是虚拟的，同时我们必须要去准备，同时要去能够跟进他们的这些成果，这是至关重要的。 就是虚拟化要降低成本，并且扩大覆盖范围，使得人们对于数字方面的仪器还有应用程序能够更加的熟悉，并且如何的利用，还有传播。那么准备和跟进呢，就是进行以前的研讨会，审查还有澄清可销售的报价以及准备这个演示的文稿以及谈判，还有能力建设机制。 就准备参与，还有评估车轮结果对于生产者来说是，一个很棒的动手的营销这些技巧的学校，由此这个技术的援助呢，或者是农村扩张的过程呢，可以重新去定向，或者来进行一个集中化，这是我们将来要去继续探讨的。然后还有设，也可以当做一个社交网络，随着这个车轮的扩展。 我们的所有的参与者呢，还有机构的这些目录呢，也将会扩大，而且就使得我们的影响能够更加的大。那么我们就相信，这一套软件，能够扩张到巴西，能够来去参与的话，那巴西的人口幅员广大，可以使得我们这一套软件的。 覆盖面积能够更加的大的，所以我们在此要这个，也就是说，在整个拉美还有加勒比地区，的第三轮的这个虚拟圆桌会议呢，我们将在今年的5月24号到28号去举行，那么我们相信能够更加的推广，使得我们的覆盖面更加的广大的，我们就需要。 各位的大力的去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有ECLAC还有FAO就是两种组织的协助支持，非常感谢各位，非常感谢巴布罗，你非常精辟的解说，这是一个能够。 使得进入市场更加的民主化的一套工具，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工具。那么我们是有着极高的兴趣的，我们相信能够鼓励的更多的机构来参与这一项工作。那么同时也有参与者，他有说到。 也就是说，是我们的现在的工作呢，还有一些工具呢，就是针对于那些小农，但是我们的工作其实是更大的，也能够涵盖了合作社，还有其他的许多的企业。就正如我在开始的时候所说的，那些合作社呢，他们其实也有。 来研发了一个虚拟工具，是就是合作社之间，他们所使用的，所以跟你的工具是有相辅相成的作用的。
就正如Pablo所说的, 那么我们使用这套软件呢，就能够使更加的推广出来, 能够使得市场能够更加的蓬勃。 非常感谢Pablo先生的简介。 那么我们接下来。 来自于另外的一个大洲，就是亚洲的刘总，他是属于阿里巴巴集团的高管，他要跟我们简介一下，就是数字平台以及电商，就是在中国的经验。那么就有请这个刘卫先生。 他是曼彻斯特大学毕业的，同时也有进行了一些工程方面的项目，同时也是扶贫方面的专家，就是中国国务院的扶贫办的人员，在那扶贫方面已经有了10多年的这个经验，同时也。 协助了并且脱贫了，就是中国的11个地区，所以他有着非常多的这个经验，能够来帮助我们，在扶贫农业方面，这就特别的是在这个苗族的村落里头能够进行了这个扶贫的工作，使他们脱贫。 那么还有就是有关于这个家庭农业方面来说，这是我们每一个国家所关注的。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了有整州总共有9亿人农民，但是其中有2亿多却是平民。 那么，所以我这是我们每一个国家所关注的，所以非常欢迎，刘先生，我们洗耳恭听，您有20分钟的时间，谢谢。 好的，谢谢，Mr. Fernando， 非常的荣幸， 也非常的感谢 FAO 给予和巴西，给予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分享阿里的在数字农业方面的一些实践。在来之前的话，因为这次的会议是在巴西举行，所以呢，我刚刚问了我的同事，我也希望能和大家快速的分享这一组的数据。 就是阿里巴巴旗下的这个全球速卖通，在巴西疫情以来的一个发展变化，我想这可以体现出来巴西数字化的发展。那么，据我们了解呢，在疫情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巴西的电商迎来了一个快速的发展。从阿里巴巴旗下的这个天猫双十一购物节也成了巴西人的狂欢日，在2020年。 在2020年双十一的这个第一天，AliExpress 在巴西的销量增速达到了 145%， 而在过去一年呢，拉美地区电商成这个成交的增速，也成为了全球第一，超越了北美和亚洲的市场。其中呢 ，AliExpress 在巴西的新增的用户，超过了10倍，接近10倍。那在今年3月28号。 的促销活动期间呢，速卖通的巴西站再次打破了这个过去的这个记录，销量同比增长了8倍多，用户数呢在巴西也增长了500%。我们分析，巴西快速电商迎来这种爆发式增长的这个几个原因，第一个，这个巴西和中国呢关系长期稳定友好，经济贸易的往来也比较密切，到2019年。 中国已经连续11年，是巴西在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巴的双边贸易额也突破了1100亿美元。第二呢，巴西当地的电商市场，属于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但随着物流和支付的痛点逐渐打通跨境电商的发展，非常的迅速。第三是AliExpress平台自己的一个性价比的优势，在疫情期间为巴西的客户提供了一些新的服务。 那么我们了解到，在AliExpress的农产品，这个出口的农产品，巴西向中国出口的农产品，主要有牛肉、鸡肉和大豆。这是今天分享的第一部分。我想第二部分呢，简要的介绍一下阿里，向各位。阿里巴巴成立于1999年，在中国的杭州成立。 发展了20多年，我们现在已经有30多个事业部，覆盖了电商、云计算、新零售、物流、金融、创新业务这些相关的这个事业部，服务着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拥有几千万的会员，几千万的卖家，以及几亿的消费者。阿里的目标呢，就是我们到2036年服务20亿的 消费者，创造1亿的就业，帮助1000万中小企业，盈利。那我们的三大战略，集团的三大战略是全球化、内需和云计算。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第二页 Part 2 是阿里巴巴，数字农业的解决方案。 数字农业解决方案里面涉农的业务，我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介绍。最左侧的这张图是阿里线下的销售渠道，包括在中国全中国200多家的盒马零售店，银泰商业百货，400多家的大润发，80多家的这个欧尚超市，他们组成了线下的销售渠道。 而中间的这张图呢，是阿里的线上销售渠道。我们刚才说的 AliExpress 是其中之一，可以把它看成国际版的淘宝。而最早的阿里巴巴的批发的网站叫1688，相对应的还有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批发业务，就是阿里国际站，以及天猫商城、天猫国际，还有东南亚的电商 Lazada。 所以线上和线下的这个销售组成了我们的平台，而右侧的这个三个框框是我们的服务场景，分别有本地生活的服务场景，服务着城市生活。饿了么是一家即时配送的网站平台，我们拥有在全中国有超过300万的注册骑手。 每天要有超过1000万的外卖订单，由几十万的活跃骑手送到千家万户。第二个呢是文旅场景，就是乡村旅游，包括了高德地图和飞猪。目前高德地图的这个使用量是全国最大的。第三呢是教育场景，包括淘宝大学、电商学院。 是我们开展人才培训的事业部，在服务场景和商业平台之下，是我们的技术及基础设施的这个资源，包括提供金融服务的蚂蚁集团，提供物流服务的菜鸟网络，以及办公和数字化治理的平台钉钉。我建议大家呀，也邀请大家下一次开会的时候使用钉钉。 试一试这个体验。那最下面的话是我们的核心技术，就是阿里云，云计算。这一张大图整个覆盖了阿里的商业平台、服务场景和技术和基础设施，他们为阿里的数字农业和数字乡村提供了平台、场景和技术支持。
阿里的数字农业的解决方案，我们瞄准的是小农户生产的难点和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认为小农户生产的难点包括农村的融资难、市场风险高、标准化程度低以及农药的残留和食品的安全。刚才呢，费纳豆先生提到了巴西的农户的这个融资的问题，其实在中国也是一样，我们都面临着。 这个虽然商业机构、商业银行很多，但是农民贷不到款，曾经是一度困扰我们国家脱贫攻坚的一个主要的这个问题。我想从数字的这个普惠金融来开始，在中国，国务院扶贫办有一款扶贫的特惠的产品，叫扶贫小额信贷，就是认定的全国接近1亿人。 这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只要他是贫困户，那么就可以享受基准利率3年以下，3年以内50,000以下的扶贫小额信贷，是没有任何条件的，不需要任何担保的信用贷款。所以在过去的这个脱贫攻坚期，中国政府扶贫小额信贷的这个业务贷款的余额，超过了6,000万。 那么刚才说了，这个扶贫小额信贷是面向接近1亿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可大家知道，中国的农户有超过7亿人，贫困人口只有1亿，更多的人口需要生产、需要发展，也有融资的需求。但实际上，在商业银行的话，融资仍然很难。所以，阿里巴巴。 旗下的网商银行，我们开发出了一款数字普惠金融的产品。简单的说呢，三个数字310，3是指农户3分钟在线上申请，1是指1秒钟贷款，放贷完成，0是指在整个申请和贷款的过程当中实现了。 零人工干预，就没有人来干预，完全是数字化的操作。我们依靠数字化的技术，立足这种机会平等的要求和商业可持续的原则，为这些农户、小微企业提供这种适当有效的金融服务。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在中国的浙江平阳县。 平阳县与蚂蚁集团与网商银行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开展了普惠金融的业务。截止2012年底，平阳县的授信规模是全国第一。那么，特别是新冠疫情发生以后，网商银行累计向平阳县授信了97亿元，累计发放了贷款150亿。 那么这也就有力的助力了平阳的疫情防控和企业的复工复产，而在这97亿当中，全县的这个授信74亿，服务了全县人口的26%，累计的贷款的金额超过了100亿。比如说这个90后的创业者陈瑞亮，他自己贷款了5万元，创办了一个苗木的基地。 数字普惠金融的好处还有一个，就是在于它提供的是从1000元到30万元之间的小额贷款，按日来计息，随借随还，不收提前还款的这种手续费，所以以户均贷款来看，网商银行小微户均贷款的余额，仅仅是3万元，而且所有的这些用户群体当中有80%是第一次贷款。 这是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数字普惠金融，它瞄准的是县域农户和小微企业。第二呢，是我们叫数字化的种植，让田间地头、让农业生产当中的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为了推进这个农业数字化的改造，阿里巴巴集团19年成立了数字农业的事业部，就是在农业的产供销全链路进行数字化的升级。
目前我们在全国落地了几百个数字农业的基地，在这些数字农业的基地里面，这个我们都配有无人机，水肥一体化设施这些高科技的一些设备。农民呢实现了按照订单按标准，组织生产的这种订单农业的模式，用手机来种地，种出好产品卖出好价格。我们说手机就是中国的新农具，数据是中国的农民的新农资，而直播，这个电商直播变成了农民的新农活，可以再和大家分享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来自于西部，刚才浙江的这个例子是在中国的东部，就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那么接下来的话，这个是西部，也是中国最相对欠发达的省份之一。我们在陕西洛川县是全国最好的优质的苹果产区之一。 全省的这个全县的种植面积啊，超过了50万亩，年产量呢将近100万吨。不过最近一些年苹果不好卖，我们线下的这个销售的渠道都普遍的反映，这个消费者认为一个苹果不好吃，然后超市也不好卖。所以我们为洛川县提供了一套解决方案。第一呢，是我们回归到农业种植当中开展一些改良。阿里巴巴和另外的一家。 国有企业合作开展了洛川苹果的数字化的升级。我们邀请了57户农户，建设了1000亩的订单农业基地，并在苹果的糖度、酸度、外表、果径、重量、农残等方面制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标准。同时，在陕西的省会西安，建设了仓储的配送中心。 开展水果的数字化的分选，确定每一只苹果的等级满足消费者的需求。第二呢，是对土壤进行体验和改良。我们淘汰了所有的高残留的农药的果实，给传统的果园安装了这个数字化的设备，通过区块链的技术记录苹果的生长，也避免农民使用不规范的 农药，其实一开始，刚才提到了，小农生产、小农户参与这个现代农业、参与数字农业，一个主要的问题和困难就在于，不规范、标准化的问题，在他们有了融资、提供了、得到了贷款之后，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变成了标准化生产。 刚才肥达豆先生提到了，我曾经在贵州的一个小村落里面，工作了2年。是的，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的国务院扶贫办工作，当时派我去到这个村里面去当第一书记，工作了2年，那个村脱贫了。那个村的话有一个特色的产业，一个是茶叶，一个是杨梅，杨梅是一种水果，但是这两种产业在当时都遇到了很大的挑战。 一是每一户农民、每一户家庭大概有2亩左右的茶叶，然后有20棵左右的杨梅树，可这2亩的茶叶的话分成4、5块地，那么山前一块地，山后一块地，然后左侧一块地，右侧一块地，因为有阳光的地方是好的，没有阳光的地方不好，这样子分才比较平均。 可是这样子带来的结果就是增加了劳动的成本，增加了管护的成本，所以刚到那个村里面的时候，我看到茶叶长得不如旁边的杂草高，就是杂草超过了这个茶叶。就3、4年前种茶叶的时候，可能就没有想过3、4年以后要怎么收茶叶。这是因为贫困山区劳动力成本比较高。 劳动效率比较低的这么一个实践的这么一个案例。第二，还是茶叶的故事。中国最好的、最知名的茶叶之一是浙江的杭州，也就是阿里巴巴的总部所在地。杭州的茶叶数量有限，每年贵州，离杭州还有1000多公里的这个贵州，就我工作的这个贵州。 他的这个茶叶生产出来以后，批发到浙江，
浙江贴上牌，然后销售出去。同样质量的这个茶叶，在贵州可以卖，只能卖500元一斤，不到100美金。但在浙江的话呢，就可以卖10倍以上，就可以接近卖到1000美金一斤。所以这是品牌的差距，导致了农产品附加值。 有巨大的差异，而并不是质量。那在阿里巴巴的数字农业的这种解决方案里，小农户需要做的就是根据阿里的标准，这个种植方案来管理果园。2020年，阿里向合作的果农收购了3000多吨的苹果，其中一家农户的这个18亩的苹果就卖了30万元。 每亩的产值超过了16000元，他告诉我们说，与阿里合作的农户啊，平均都能达到这个水平，这比往年的亩产可以增加了3000元以上。而对产业来说的话，在实施了1年之后，苹果糖度比之前提高了1度，在508项的农产指标中，我们的结果是农残未检出，商品果率也达到了 70%。 这也超过了同产区苹果的15%，所以在去年的年底，这些数字化种植的这个苹果呀，正式进入了阿里巴巴旗下的盒马超市进行了销售。这是我说的第二点，数字农业技术。第三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农产品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 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速度非常的快，越来越多的农产品转向了向线上销售。我们根据中国农业农村部的数据， 2019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达到了4000亿， 而当年阿里巴巴平台农产品交易额达到了2000亿元，也就是说阿里平台上的这个农产品的上行的交易额达到了国家的一半。 那我们觉得县域农产品行业发展的关键呢，是挖掘更多的特色产业和原产地，发挥电子商务能够实现这种供需关系精准匹配的优势，减少中间流通环节，加强品牌的建设，帮助农民增收、农业增效。所以19年，天猫超市呢发起正宗原产地的这个项目，我们联合各个产区的政府部门。 以及商家共同打造了100个价值超过10亿人民币的农产品地域品牌，使中国的优质农产品能够挂牌上市。那么，分别又在去年的9月和10月，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与阿里巴巴联合又发布了2批20个价值超过10亿农产品地域的品牌。第四个呢，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县域快递的供配。我们刚才说了平台，说了技术，说了金融。那其实影响这个农产品上行、影响这个小农家庭参与数字农业的最后一公里，就是乡村的物流。 什么是这个菜鸟供配呢？就是我们将县域一个县，多家的小的快递企业整合起来，共同成立了一家合资公司，共享这几家小的快递企业共享这个场地、人力、运力这些资源，缩小快递员的配送的区域，提高配送的这种准确性。 同时呢，这个通过把单一的品牌包裹配送升级为多品牌包裹，集中配送，实现一种这个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能力升级。那如何实现这种供配模式呢？我们叫它菜鸟网络。那凭借这个自身的这种商业的网络的优势，我们研发了一个叫犀鸟系统，能够连通各快递企业包裹信息。 处理系统的这种信息的端口，提供了包裹信息分流处理和系统实操的效率，用技术和商业模式
为县乡村搭建这种高效便捷的县域快递供配体系，其实简单点说就是什么意思呢？在中国的一个县，可能平均的话大概在20万人口左右。这个县的这个市场的规模并不大，但是快递企业可能有三四家甚至更多。每一家快递企业如果自己建一个仓， 自己建一个仓库的话，它没有那么多的订单可以支撑它前期的这种投入，所以我们把它整合起来，给它建立一个仓，让这些小的快递企业能共同的来使用，把数据沉淀下来，把农产品卖出去，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可以和大家再分享一个 case， 是在中国的西部地区，是在西南重庆市的江津区。14年呢，重庆的江津区的快递企业，摸索出了这种共配的模式，使用了菜鸟的这个系统。他发现呢，不但能够支持这种自动化设备的对接，还能支持 城区与乡镇系统的这种全链路的一体化，在江津供配中心作业区啊，5000平米的这个场地上，是有一条这个自动化的分拣流水线，以菜鸟系统为依托，实现了中转与末端系统的打通。那么这个中心呢，节省了安装自动化分拣，接近50万元的这种费用，这降低了物流的这个成本。 说到物流，我们也注意到巴西的这个物流的基础设施也得到了高速的发展。阿里全球速卖通过去以往的跨境电商在巴西平均的配送时间大概在29到35天，而远离核心都市圈的这种边远的这个地区时间会更久。 请注意我说的是跨境电商，如果是本地电商的话，并不需要这么久，应该在1周以内。但是现在，巴西提升了这种物流的时效，核心的城市可以实现12日达，12天以内能够送到。最快的，我们了解到是在6日，6天左右。同时呢， 巴西也提高了支付的这种手段。我们了解到，这个银行账户不普及和信用卡的不普及，曾经一度成为巴西数字化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一个阻力。但是，好像有一个叫Valeto的一种支付方式，类似二维码，但是它的支付的成功率并不高。 但现在的话呢，以AliExpress为代表的这个跨境电商企业，我们推出了一些电子钱包，类似支付宝的电子钱包，将这种支付的成功率提高到了99%以上。所以我想这种基础设施的这种不断的完善，是巴西数字化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最后想和大家分享是，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阿里的一些实践和尝试。因为各位知道，在去年2020年，中国所有的接近1亿的贫困人口已经脱贫，所有的贫困县已经摘帽，中国的农业农村从脱贫攻坚转向到了这个乡村振兴。 那么阿里的这个过去呢，一直把脱贫攻坚作为战略性的业务。随着中国中央政府对三农政策的调整，阿里巴巴也自然把乡村振兴作为我们的重要的业务。就是实际上阿里能发展到今天的话，
是因为根本上的原因，是因为中国这种大国、大市场、这种大消费的这种环境带来的。巴西也是一样，同样是大国，有巨大的市场，而且巴西我们了解到有很多的这个就是人口的结构可能更加的优化，年轻人更多。在 AliExpress 上面最活跃的用户是巴西已婚 男青年，最热销的产品是电器、手机，3C，这些，当然还有服饰。所以根本的原因是这个大国大市场。所以我们的很多的战略，我们很多的业务，是随着这个国家的这个不同的阶段而不停的更新和迭代。 实际上，这里面的内容呢，可能刚才已经讲过，包括第一个平台销售赋能，那么这个就是指线上的销售，线上和线下的销售，第二个呢，科技保供，就是我们会更多的关注基础科学的研发，关注一些重点技术的攻坚，第三呢，农业产业的提升，就是刚才我举到贵州的和杭州的例子，产业。 在质量差不多的情况下，在品牌上的巨大的这种差距影响了农民不同地区农民的收入。第四个呢，数字乡村建设。我们理解的数字乡村呢，不仅包含数字农业，还包括数字化的治理以及数字化的公共服务。第五个呢，是返乡就业创业。 阿里的其中一个愿景是希望能够创造1亿个就业岗位，在2036年。我们根据第三方的统计，去年阿里平台上面间接直接带动就业累计加起来已经超过了7000万。第六呢是巩固拓展中国的脱贫攻坚的成果。我们作为一家私营部门民营企业。 我们积极参与了国家的这个脱贫攻坚战，选派了11个阿里的资深的员工到贫困县去工作，每个人在一个县里面要工作2年的时间，把阿里的数字化的能力带到这些县，帮助他们建设数字农业的基地，帮助农产品上行，同时帮助。 农村培养数字化的人才，帮助他们建设这种数字化的仓储物流的设施，同时呢，也帮助他们得到这种普惠的金融贷款。所以，这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刘总，我感到非常的兴奋，您的工作以及阿里巴巴集团的工作，是这么的能够在消除贫穷有那么好的效果，是我们之前所没有想到的。 能够协助了7亿人口，脱离贫困。所以我们在这里可看到的这阿里巴巴的这个案例呢，是和我们现在的方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是我们数字化的方向，这就是我们巴西政府在家庭农业发展方向的三大支柱。 就是第一大支柱就是信贷贷款，就是我们必须要能够更快速的，能够更不官僚的，低利的去贷款给我们的农民，就是我符合了刘总所说的301。
那么我们就希望能够更加的深入去了解到这个301的内容。那么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这个阿里巴巴，我们之前的想法就是只是这个电商而已，但是今天我们知道了，这个阿里巴巴也能够在技术方面协助这些农民。 那个就如同您所举出来的那个陕西的例子，就是市场不喜欢吃他们的苹果，那么就是根据着这个数字方面的技术呢，能够优化了这个种植的方式，就整合了这个生产的方式，那么甚至于呢。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我们就把市场的反馈给这些农民，能够让农民去改革了他们自己的这个做法，就是把钱带给他们，能够把技术支持带给他们，能够把这个销售商业化带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支柱，这是可行的。 因为在中国就已经实现了，在中国总共有7亿的农民，他们都做到了，我们也可以做到，这是可能的。同时，这一个数字化的工具呢，也能够使我们脱贫。非常恭喜这个刘伟总，我相信你们的经验能够大力的帮助了我们的工作。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经验的交流，恭喜您，非常感谢您。那么我接下来我要邀请亚历山大·比利斯拉吉，他要跟我们讲到有关于电商方面的情况的。他是巴西米纳斯州维萨萨，这个管理系毕业的。 这个他也是这个合作农业方面的专家。那么亚历山大先生，你有20分钟的时间，那非常预先感谢你的参与。首先，我感谢各位与会的人员，我非常感谢。 能够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来一同共同的分享到我们国际的经验的交流。那么首先，我想要来提到了这个在塞拉多草原灌木地区的，就是巴西中部的这个地区的合作社的这个系统是怎么样子。 这就是我们在，灌木地区，群落，的那个地区的所有的这个合作社的，联合会。那么我们就，也就是来进行，这合作社之间的工作的协调。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总共有35家合作社来以及协会来参加，包括了巴西的9个州，有马拉里昂州、托坎廷斯、巴拉州、米纳斯吉拉斯州、戈雅斯州、南马托格勒索州、马托格勒索州、巴伊亚州，还有表意州。那么我们是2004年开始创办的。 那么我们的宗旨呢，就是主要就是按照着，这个家庭农业作为基础，来，帮助那些，这个采集业者以及环保农业的生产。 那么我们正式成立是2010年的。
那么我们采用这个多渠道的方式，那么我们也可以直接的向最终消费者来，也就是电商方式来销售。同时我们在圣保罗还有巴西利亚，都有着实体店面，同时我们也有这个批发的渠道。 同时，我们也成立了一些工厂，也能够外销。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这一个巴西地图里头，深绿色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那么我们在这个绿色的这个中间还有左边呢，就是塞拉多地区的。 就是主要是涵盖巴西的中西部，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一些主要的参与的合作社，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有包括了中西部的，还有巴西部分东北部的，还有巴西东南部的米纳斯州的。 合作社都有参与，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产品的类别，总共的产品有200多项，我们类别总共有13种类别，有包括了冷冻的果浆，还有腰果、饮料、甜食、果酱、巧克力、咖啡、调料。 蜂蜜、面粉、油，还有手工艺品等等。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产品的照片，比如像左下角这个是非转基因的玉米所做的产品。 那么我们在右上角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椰汁，这是我们这个不含添加料的这些椰子汁。那么我们在那个透过这个网上商业呢，就是 e-commerce 的经验呢，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虚拟店面是2010年。 开始的，那么我们刚开始的这个电商呢，是不大有效的。刚开始呢，我们在维护这个虚拟电商呢，是有许多的困难的，遇到了许多困难的。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创建了许多的平台，然后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的这个网站呢，也需要去更新。 那么我们当时我们就感觉到有，前述的这些需要，就是我们要来进行更新我们的网络，同时我们以着各种多样的这个社交媒体，Instagram、 脸书，还有其他的社交媒体来去，和客户进行联系以及打广告。 同时，我们在信息方面的传播，方面，我们也开始在着重，以及我们的这个销售的渠道，也扩张了它的渠道。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比如说像社交平台，它可以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就是来推广我们的产品，另外一个就是可以透过这个社交。 平台呢，能够来销售我们的产品。那么还有我们有许多的产品呢，是只有巴西当地特有的产品，国外的。
客户呢，他们是不知道要去怎么样使用的，比如说是像是有的油啦，或者有的调料啦，他们不知道要去怎么样使用，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些不了解我们产品的这些客户呢，我们就必须给他们提供一些食谱啊，特别的是现在我们在疫情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2019年呢，我们整顿了我们的网站。 那么我们2020年开始了疫情，那我们就发现我们的这个网站就必须要再去重新的去更新，来，以应情况，现实的情况。同时我们现在我们的步伐也必须要加快。那么我们在 开始整顿我们的网站的时候，我们的渠道的时候，我们也参考了其他业者的做法，同时也和各个合作社之间进行了沟通，以便我们把他们的产品以及他们的信息呢，都能够更好的、更有效的，也就是添加到了我们的网站里头去。所以呢，这个我们就必须要重新的去整顿了一下我们的文档，以及拍照。 我们这样讲好像很容易，但是其实做起来呢，很多的细节，所以这是一个过程的。那个我们必须要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能够使得我们的这个虚拟的店面能够变得更加的引人注目。 这个虚拟店面呢，无论如何，它是一个店面，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有人去和我们的这些客户呢去进行互动，去进行解说。同时我们接单以后，我们也要有这个仓储的人员，能够去整理这些订单以及发货。 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虚拟的，但是我们的成本又不能够高过于我们的竞争对手，为的是这个客户呢，他们能够来到我们的虚拟的店面里头去看到有好产品、好价格，同时又能够快速的去配送。 所以我们不只是要接单，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了其他的环节。同时呢，我们卖了之后呢，我们也必须要和我们的供应商，就是其他的合作社，要他们把那个所卖掉的产品呢能够补上。同时我们要进行这个市场的调查以及市场的推广。 那个我们不能够只是有拥有着一个漂亮的店面，但是没有人愿意进来来看的话，那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个我们的虚拟的店面呢，能够打广告推广出去。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 不只是针对了，批发商，同时我们也有，这个针对了最终消费者的，特别是我们在现在在疫情期间，那么有很多的最终消费者呢，他们也会想要去购买我们的产品，所以呢，这样子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 这个零售的渠道，同时我们这个零售的渠道呢，是必须要能够配送到巴西全国的。
那么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的产品呢，就是能够让消费者所知道。因为我们光是成立了一家店面，那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人知道，所以我们也必须要让消费者知道我们的产品是好的，同时又有这个差别性的这个价格。 那么，所以我们销售的卖的是否好还是不好，这完全就要看我们怎么样子的去和最终消费者之间去连接去沟通。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成立一家虚拟的店面就是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但在这里还有其他的许多的因素，因为我们都是中小的合作社，所以我们的团队人数都是比较少的。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对我们的人员去进行培训，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两种组织，有巴西农业部，还有其他国家农业部，以及各个机构的人员都在场。那么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要呼吁一下，就是说是我们每一个组织呢都有我们的差异性，这个就是我们的人员呢都需要进行培训的，就是希望这些政府机构。 以及单位都能够来协助我们去进行培训，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在专业人才方面，这里是有一个 gap。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就觉得很重要的，不只是新闻人才，或者说是物流人才，同时要有着。 这个 IT 方面的人才如何的去操作我们的虚拟这个店面，如何的去操作这个仓储的管理等等的，这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在这里的简短就到此为止。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了解。这就是我们的网站网页。 这是牛油果，这是腰果，然后还有我们许多的产品，至少我看来是非常漂亮的一个网站，就 Central do Cerrado 就是塞拉多中心。 那么我同时在这里，我们有简介一下我们的历史沿革。同时在这里还有讲到，就是说是在塞拉多地区的百姓，他们之间的这个互动，以及网上展览会，还有我们的社区。 Comunidade 就是 community 的意思。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来点击呢，就可以进去到了，来参与我们这个合作社联合会的这社区，这在巴西东北方的百叶州。 那么我们，所交易的产品呢，是涵盖了巴西，许多州的产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计划。同时，我们在这里我们有简介了我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生物群落。
同时也简介了我们的家庭的农业，以及生化多元性、生物多元性。 以及我们那个地区的各种果，以及产品，也有巧克力、油类、咖啡、肥皂，非常的丰富。大致如此。那这就是我们的简介，以及我们的一些经验。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最重要的乃是我们所遇到的挑战，电商的挑战，就是有许多的过程呢是必须要同步去进行的。那么在网上去采购的客户呢，他们就是希望能够 快快的买，同时也能够快快的送到他们的手中，所以我们的物流呢也必须是很快速的。那么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所看到的，就如同一个实体店面一样，有的许多的这些产品，但是呢，客户不是直接拿走的，我们必须要送到府上的，所以这个就很重要了。非常感谢亚历山大，这个你的 简介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现在的现实的情况。我认为，你所带来的一些的主题是我们值得去深思的。因为我们最主要的不只是我们的组织方面 的有空间，但是还必须要包括了我们的沟通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这个世界里头，我们必须把这个空间给它补上去，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情况来告诉给消费者，这个就如同以前工业化的时候只生产。 但是，消费者不知道你有在生产这些东西啊，所以就产生了商业，那么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是有了电商，有了数字化，像巴西是一个大陆性的国家，这还有包括了我们的仓储的情况，所以今天上午，您给我们所提供的就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合作社对我们的农业的重要性来说是非常大的，非常感谢您的贡献。那么我现在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报告，我们预计在12点半以前能够结束。 就是巴伊亚州的区域的发展厅人员，就是请巴伊亚州政府来给我们简介一下你们的经验以及你们的条码。 那么在这里就是有请阿吉纳多·戈米斯·夏维尔先生来给我们简介。阿吉纳多先生，他也曾经有7年担任过当地的合作社的负责人，现在是这个巴伊亚州 的这个半干旱地区的经理。
那么还有这个 Denise Cardoso， 也是他们白叶的同事，就是白叶州小农社区Canudos的协会的会长。 那么我们就有请Aguinaldo先生先开始，谢谢您的参加，各位早上好。那么我在此也向这个我们的这个家庭农业的 秘书长来致敬意，以及各位官员、朋友，以及粮农组织的代表，以及我们在座的妇女，包括 Denise， 我的同事 Denise， 以及其他的妇女，以及这个我们。 在巴叶州办干旱地区合作社的代表，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现在所处的这个时期是一个非常紧迫的一个时期，这对于我们的家庭农业来说，我们在这里有着许多的成果以及挑战。 那么所以我在此呢，有另外两位，就是 Denise 还有 Adilson， 也都是来自于巴叶州的同事。那么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我们发现，就是不只是技术资源方面是一个挑战，同时商业化来说更是一个挑战，对我们家庭农业来说。 那么同时呢，这个我们又必须把每一布袋的产品呢和这个条码能够来连接在一起。那么所以呢，就牵涉到了我们的生产的过程跟我们商业化的过程。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在农村方面的，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有一个平台叫 ATC 的重要性。这个 ATC 呢，就是持续技术顾问。 这个持续技术顾问呢，是持续技术顾问，它的作用呢，它的重要性呢，就是在于能够保障我们的家庭农民呢，能够进入到了不同的市场里头去。同时我们州政府呢，也有提供了许多税收方面的优惠，以及。 流动资金的贷款，因为我们知道，现行的法律法规呢，它主要是针对于中型大型企业的，但是我们是中小型甚至微型的企业或者说是农民。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就有一个认证，我们这个认证的图案呢，就是能够来确认出来，就是我们的这些产品是一个加工产品，是由于家庭农业来
提供给学校的营养午餐，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通过我们的这个平台呢，就能够在不同的方面来提供技术方面的支持的。 特别是注重了我们食品安全，以及认证的图标，因为有了这个认证或者是认证的图标之后，我们就可以更快速的凭借这个认证的图标，能够让这个产品进入到有关的市场里头去。 因为巴西，东北的这个半干旱地区，它有着其特殊性以及区域性。那么我相信，这个地区的发展呢，是必须要从地区开始的，因为它就是有着它的特殊性。 我们针对的是某一群体的这些家庭农民，来重组了我们经济的架构，以及农业工业化。那么在这里呢，就有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工厂呢是我们两个合作社所进行的。同时我们在 这个商业化里头，我们有两个部分，一个就是看得到的部分，一个就是无形的部分。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些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如何的去进行商业化呢？我们就必须要采用优良的做法。 我们也看到了有一些的组织机构，他们是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还能够存活下去的，所以我们就必须向他们借镜取经。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这一个例子呢，是胡萝卜。当然呢，我们可以就是把它胡萝卜换成一个一座冰山，就给我们看到。 有看得见的部分以及看不见隐藏的部分，看得见的部分呢，就是有包括了这个虚拟店面以及推销或者是产品的展示，付款方式、包装等等，但是有更多的部分呢，是我们看不到的，有。 仓储管理、物流、谈判、加工、安排等等，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情况，就能够帮助我们，就让我们去对着隐藏起来的部分，让我们去更深入的去思考。
我们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借鉴了其他做的成功的例子，也有一些专业的这些企业是能够来支持我们的，支持我们的合作社或者是我们的单位，能够来协助我们去计划好，或者去生产，或去执行物流等等。 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有这些的挑战，就在我们开之前，在我们进入之后，就包括了我们的原材料、我们的加工、我们的商业化等等的，都是在我们要入门之前，入了门之后。 跟在入门的那个时期等等，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了这三个阶段的挑战以及他们的复杂性。那么，在我们。 售后之后呢，我们也有的挑战，就是物流啦，还有我们的成本啦，或者说是可能有这个中间商也说不定。那这个中间商它的对我们来说，它的成本是多少等等。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注意到，这不能够只是快速的。 做成我们必须要做成一个成熟的东西，同时能够长期的去进行。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了，就是我们这个农业生态体系里头131个生态体系里头，只有4个呢是有当地的市政府的这个检查这些产品的工作。 然后只有4个呢是拥有这个家庭农业的认证的图标，非常感谢各位。那么接下来有 Denise， 各位早上好。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一些我们的经验。 Ignado 已经讲了一些，我们主要的就是在巴伊亚州的经验。那么我就是也是在巴伊亚州的，不过就是我是 Cooper Cookie 的合作社。那么我在这里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合作社的经验。那现在请等一下，我来处理一下这个投影。 需要再回来吗？或许需要离开。OK。那么，我们简称 Cooper Cookie 就是。 巴西半干旱地区合作社，简称 Cooper Cookie。我们是2004年所成立的，总共有44个这个合作社成员，大多数都是女性，那么我们就是位于可努兹瓦瓦还有库拉萨这地区。 那么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有44位，现在呢我们有274位会员。那么我们的主要的就是这三个市，就是可努杜斯、瓦瓦、库拉萨，就是瓦瓦是在比较中心的地位的，可努杜斯还有库拉萨都是在瓦瓦的两边。
那么我们就，我们成立了这个合作社，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来，进行社会的改变，那就是能够改善他们，我们会员的生活，现在已经有271名。 同时，我们也给这些妇女来技术指导，如何的去种植这些水果。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在我们半干地区，因为雨量少的关系，这个如何的技术方式去种植这些水果是至关重要的。 这就是我们合作社的工作。同时呢，我们的会员呢，主要的都是妇女。我们开始的时候是青色的妇女，所以在这里给我们可以看到了我们妇女的重要性。这个对，在我们的合作社里头，妇女的重要性是更加的显著了。 也因为这个合作社的成立的关，当地的妇女的角色就更加的重要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它金额就是，灌木地区，它的重要性的提升。 这个因为我们的会员都是当地的，人民居民，那么所以呢，他们也都非常的重视，我们的灌木，那么我们也有可持续发展，那么我们也有着许多的这个认证。 都有着许多的认证，那么我们的这些其中也包括了一些产品，就是我们就是采集农业，就是我们到。 林区里头去直接去采就行了，这也是我们的工作之一。还有 agrokachinga 就是灌木区农业，其实就是按照着森林农业的体系去进行的，因为灌木也算是一种林。 以及支持，以及强化社区。同时，刚才 Ignaldo 他有跟我们提起的，就是，食品安全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社区叫做 Fundo de Pasto， 它是一个。 我们这里当地的一个传统的一个社区，那么我们总共有7个这种，是当地的传统社区，那么这些社区的经济有点老化，所以我们正在支持他们，技术方面以及给他们强化，强化他们的生产，那么我们这个商业方面。 是有把我们的产品有销售到的巴西全国这些地方有，包括东北、东南、东西部、南部，还有出口到这个德国以及法国。
那么我们就是，我们的合作社就是我们的产品呢，就是当地的特有的这些水果。那现在我们销到巴西全国国内，以及也出口到国外。 那么非常感谢。那么我们东北的半干旱地区呢，就像是一个五步田池，当它需要甜的时候，它就会甜；当它需要酸的时候，就会酸。现在是阿吉松李贝罗先生。 也是来自于巴叶的，这又是另外一个合作社，叫做 decentralized， 就是灌木区中心合作社，灌木区合作社中心，因为它是一个联合会，这是2016年所成立的一个新的。 联合会。那么我们的总部是位于叙尔维尔市。我们在当地有两个城市。那么我们总人口呢是60万人。 我们现在我们要如何的把我们家庭农业的产品呢，能够带给社会大众，这是我们的一个课题，就是如何的能够让我们把农民和客户之间的距离缩短。 那么等一等，我们可能要再重启一下那个 PPT。我们目前共有7家合作社来参与我们的工作，当初是7家，现在我们已经增长到14家合作社了。 同时也涵盖了27个协会联合会。那么这是我们的任务，还有愿景，就是为这个可持续发展来贡献，就是我们这个半干旱地区的农民来做出贡献，然后我们的愿景就是来推动家庭农业。 无论是在生产，然后还有商业化等，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总共有15家合作社，以及27家协会或者联合会，有参与我们的这个合作社联会。 我们的产品呢，有包括了当地的水果，以及奶制品，以及蔬菜，养鸡、养羊业、养鱼业等等。我们现在也有一家实体店面。 在叙尔维尔市，就是在我们总部所在的地方。那么，在我们实体店面里头，总共有400项产品，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的。同时我们的合作社的产品呢，我们都在我们的。 实体店面里头销售，这就是我们整个巴叶州的地图。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从这个百叶洲北部的灌木区，现在我们要达到巴西全国的范围。那么现在呢，我们有五个百叶洲的区域，是我们的业务范围之内。 同时，我们也是隶属这个萨拉多合作社的联合会。那么，我们在这里，就是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五个地区的名称。 那么销售方面来说，商业化，我们就支持了我们的生产基地的商业化。那么我们也有识别产品，我们也拥有了自己本身的品牌。 因为有贴品牌的，跟没有贴品牌的两个产品呢，会差很多。那么我们可以就是直接面对消费者，或者说是面对店面。 虽然我们现在在疫情当中有遇到了一些的困难，所以实体店面可能就比较低迷一点，但是我们现在我们也有，这个价值方面的 marketing， 这是就是我们通过虚拟店面去进行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我们的半个刚刚地区的这个农业呢，有获得了这个州政府的支持，这个同时也把伊尔州银州立银行，还有世界银行，都有来协助我们的这个家庭农业的商业化。 那么能够来，也就是我们不止生产牛肉，同时也更重要的也就是有羊肉，还有驴肉，那么所以我们这个合作社联合会呢的目的之一呢，也就是有协助了我们的合作社以及农民能够去销售他们的产品。 这个也是和州政府之间的一个合作。这是一个合作的一家实体店面，这是在圣法兰西斯科河畔。那么这个房子呢是一个具有历史价值的一个房子，那我们就是利用了他们里头的空间，来展示我们的产品，成为一个产品的展示厅。
那么我们将可以从现在的400项产品增加到4000项产品。 那么在这个实体店面里头，我们将会有着我们全巴西所有的各地区的特产的产品，也包括了这个当地生产的啤酒，以及也有一些桌子，就是客户呢可以在这个店面里头去品尝我们的产品。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的商业化来说是一个非常具有战略性的。现在我们正在整修的末期，我们要开幕的时候，我们将会邀请政府人员以及秘书长等官员来给我们剪彩。我们希望就是。 不久的将来，这个疫情就会结束，那我们可以早日的去剪彩。非常感谢各位。那么，因着我们这个合作社中心，就是合作社联合会，现在还正在一个发展的时期。 我们知道，我们还有着许多的工作，需要去做，有着许多的潜力，比如说是特别是养羊业，是巴西所欠缺的、缺乏的。那么还有，这一个生产链是能够来支持这家庭农民的，所以。 我们合作社中心，就是在这里抛砖引玉，同时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中国友人在中国所进行的那些例子都是非常好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去借鉴，无论如何，就是中国的他们的做法是和吻合我们的看法的。 谢谢，非常感谢阿Gilson，感谢你的简介，同时也感谢 Ignaldo 还有 Denise 等的简介。我们巴西农业部在2019年也有推出来了一个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计划。 不只是亚马逊，同时也包括了灌木区或者半干旱地区等，还有潘塔纳尔湿地等。那么你们现在已经有着长足的进步了。那么我们也正计划着，就是10月份我们能够在 Green Hill。 来展开一个这个巴西的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交易会，来进行世界性的一个交易会。那么我们相信，毫无疑问的，这可以带给我们家庭农业许多的价值。恭喜你们。 这个尤其是 Aguinaldo 他在最后就有讲到了技术支持方面，这是至关重要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强调，这个技术支持呢必须是持续性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要有一个全面的看法。那么，同时我们的 Sebrae 巴西中小微企业联合会也可以来协助你们。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了，我们现在所走的方向正确的。同时我们这个方向呢是必须要是我们走出来的，我们有路，我们就要走上去。同时 Ignaldo 他所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卫生安全。 那么在全巴西131个这个联合会里头，我们只有4个是能够获得了这些认证的，所以实在太少了。我们必须要扩大我们的这些工作，特别是在养羊业。现在这个羊肉的价格是非常的低廉的。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提升它的价值，我们必须要离开我们的产地，这样才能够获得更好的附加价值，来进入到市场。那么我自己本身就是兽医，那么我就是一直的就有主张，我们要 改善我们的这个检查的制度，并不说是我们政府的立场，而乃是市场。我们必须要按照市场的眼光来看。比如说是我如果到巴叶州，那我们知道当地的情况是跟其他地方是不一样的。我换了另外一州，可能我们的想法要稍微做一下修正。所以巴西是一个多元化 地区的，那么所以我们在这就可以看到，巴西已经那么幅员广大了，那么中国的人口又更多，这个农民又更多，7亿人口，这个实在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要如何的把我们农民的产品呢，就是带到最终消费者的手上？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巴西也必须要走上这个方向。非常感谢各位参加我们的这一个论坛，特别要感谢所有的报告人，因为你们都带给了我们许多宝贵的经验。那么我们最后我们就请罗道夫先生来给我们致最后的话，谢谢。 非常感谢秘书长，同时也非常感谢所有的报告人，你们都讲了许多非常重要的事情事项，对我们来说都是挑战，特别是都关注到了这个数字技术。 这个，所以呢，我们在这就看到了，数据跟实体里头有许多地方是需要进行调整的，这是一项工作，这是一项我们做不完的工作，但是我们都做得非常的好，我们的经验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经验，我在这里也感谢安娜德尔，还有 Leonardo， ECLAC。 这中美洲的这个组织，所以就如同我们星期二的上次的会议一样，我们也邀请你们能够来扫码，能够就是 参加下一次的这个会议，以及能够取得那些表格，就是 Forum BR2， 就是我们下一次的会议的名称。同时，也请你们能够来给我们做问卷回馈，就是你在今天的这个论坛里头，你学习到了什么？
对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就是能够用一个字眼， 比如说是innovation, 创新。 ATER就是 公司营合作， 等等。 然后还有这个生物多样性。 社会生物多样性，还有合作社、合作整合等等。那么我们相信，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这未来的这几个月当中，由我们的这个秘书长来协助我们，进行许多。 以及落实，还有可持续发展，整合，巩固，然后还有卡钦格，这是巴西的一个特殊的字眼，就是灌木区的意思，以及半干旱地区。那现在呢，我们 这各种的字眼呢，就能够给我们，展示出来了，一个云。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么在接下来呢，我们就希望你们参与者呢，都能够来评分，就是从一到五。 从零到五，第一项就是清晰，就是同时这个刘总呢，他也会把他的 PPT 翻译成英语，能够方便各位与会者。这个第二项就是方法论，第三项就是我们的这个论坛的全部的情况，整体的情况。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么我们相信这样子的这个论坛的形式呢，是对我们大家都非常好的。我非常感谢阿荣。 就是我们的技术人员，以及我们的组织单位，非常感谢各位的参与。好，大家再会，拜拜。